儿童节将要来到，为着鼓励囡仔会当持续学习，河滨电工所举办模范儿童表扬。店长阮浩杰亲自颁发奖状，鼓励183位儿童，并且甲因做伙翕相留念，肯定囡仔伫个品德甲学业上个优秀表现。即届接受表扬的儿童，拢是河滨电工小学所推选出来小朋友，由店长以颁奖表扬，并且甲因做伙翕相。何必定量软后决标示，今仔需要家长正确引导，并且让因正确价值观，这样日后为家己、为家庭、为社会做出贡献。因此，在得到表扬的囡仔，其实就是代表着家长教育优先。今天是我们和美公所哈，特地在我们儿童节的前夕来颁发我们模范儿童。然后我们对于教育的方面，公所这边非常的注重，所以说在。今天特地表扬模范儿童，然后模范生，最主要的是在，让他们感觉到我们公所注重，政府单位也注重我们的一个学生的一个成长，然后我相信每位得到模范生的一个殊荣，相信他们能够带给我们的所有的同侪之间，能够在学业上、品德上。以及我们儿子体群美的多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发展，然后接受到我们公所的一个表扬，然后也能够带动他们同学间的一个相互的一个成长，来共同来学习的一个方向，在以后能够在各个领域能够发光发热。河滨镇妇孺会理事长林小琪以妈妈的角度表示。大人安怎教，囡仔就安怎学，因此身教比言教更加重要。相信在模范儿童的父母，也一定是模范父母。今天很荣幸哈，参加我们和美镇公所举办的111学年度的表扬模范儿童的大会。那很开心，也很祝福这些得奖的小朋友，在学业上，在品德上都有特殊的表现。那当然呢，当妈妈的一定，是希望自己的小朋友身体健康、平安的长大才是最重要的。得到表扬的河滨国小6年级的学童林义佩表示，感谢爸爸妈妈跟老师的教导，伊一定会让家己持续保持安尼的成绩。我觉得就是我第一次拿到这个奖项，然后我就觉得非常荣幸，然后也感觉到非常开心。希望就是可以。就是下一次拿到县模范儿童，我说谢谢妈妈帮我们包养这么大，然后虽然说都要毕业了才拿到这个奖项，可是至少还是有拿到，然后也很感谢我的老师，就是虽然说我很多都不会，可是都有去问老师，老师也很乐意教我，因为他是我生三个小孩，他是老大，然后他会帮我们分担，然后会帮我们就是放弟弟啊，因为弟弟还小，所以他会帮弟弟泡奶奶啊、换尿布啊，然后甚至就是早上起床要准备上课，他都会去帮弟弟整理餐具、整理书包。其实他一直以来都是很棒，然后学业成绩也都很好，就是让我们比较不用去担心或者一直去。督促他说：“你要赶快去做。”所以我觉得他拿到这个奖真的是很他以他为荣。学童叶玉成表示：“真欢喜，受到大家肯定。很开心，然后希望以后可以做更好。”对于小朋友跟家长来讲，这是人生当中真难得一刻，所以真侪家长嘛专工陪小朋友来领奖。表扬大会当中，除了办理公开颁奖仪式以外，也安排精彩音乐表演，带领议会贵宾参与一场表演艺术盛宴，鼓励小朋友多元丰富学习兴趣，展现活泼热情的生命力。新中华新闻李炳宏、何美采访报道。